然后那 A Phase One 也几乎送血送掉了。他明明就可以不用吃这么多炮，我不懂为什么他还是死炮。那今天一直进卡雷里亚是怎样？我们 TD 很多哎，赞哦！哦，他吃好多发啊，哇塞！看你这個，哎、欸，为什么你在这？我的发他有这么快？嗯，这里对我不错哎，我因为我的脑包在右侧。看不到虚构的，是认真的吗？喂？我就跟你说，我后面兄弟很多啊，你不信？他有在防我，很有想法哎、欸，我觉得。
白板画的下去底的。他现在看到我，不要去啊！去只是给他送伤害而已，打不赢他的。说你打不赢他的，傻逼！看这人低能。这真的很白痴，你不觉得吗？对啊，送幸福啊！是不是去送幸福？五分之一跑回去黑江，他一开始的时候在上面这里啊。Go spawn man。90 TD 是不是挺强啊？强啊！我老实说，我个人觉得强。
啊？那夏威夷被我盲射有中，但是没有船。哈？赞啊！来来来，把点数各位，27点。